好，来看到这块金币真的是太大了，有多大呢？有一吨这么大。这是呢澳洲博斯铸币厂呢所宣布，已经铸成了这一枚世界上最大的金币，总重呢是有一吨。公吨，那么这是呢以前世界纪录的5倍。这枚的新世界纪录的金币呢，直径有80公分，厚度有12公分，一面的图案呢是袋鼠，另外一边呢翻过来，哦，这是应该很难翻了，这是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。那么这枚超大的金币呢，渴望是称雄世界很久很久了。